面店没有开，我们就随便找一间面店，然后看起来比较像在地的会吃的，就吃这一家吧，皇家古早味麻酱面。现在是吃早午餐，十点多，再加一点胡椒粉，还有那个生辣椒，也有菜包，是不是？一起走。好，你还好吗？有点腥味。我们来恒春的农会，它这边农油券全部都可以买，除了烟之外。这一条是大光路，我们会从这边开过了，他们就开过头，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看板，招牌在这边。所以你过了莱尔富之后，你就可以准备看你的左手边了。它就在这边而已。那如果你看到玛莎早餐店南方之星，就代表你开过头了。嗨，你们好，看那个室内锅 ，Jessie， 客人来了。嗨嗨，你好。我正传简讯问你说你们大概几点到？谢谢。不会。非常简洁干净的房间，很可爱的丘比特。厕所，好，沐浴露，这个都有，很棒。到处都是潘妮的足迹，还有这个。车子又贴了三张，还有哪里？哦，这边热水器也有。刚有些一个粉的胶水，好。来，我们拿上我们的面镜，刚才这个是第一次人生的浮潜，就献给好好了。非常有名的出水口右侧的浮潜点。哎，来海边就是要热情，不要害羞。耶，出发！子弟现在什么感想？有点小紧张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等下会很好玩的。哦，这是温泉的味道，欸，水不会很冰哎，欸。浮在水面上，好，我现在可以看水下喽，记得保持正常呼吸哦。Hello， 会害怕吗？还好吧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欸，哦哦哦哦哦，我在好好天气晴，五迷路等你来。现在早上八点，我们来去做空拍的一个记录。那刚好早上有一组客人要下水，现在在后壁湖的出海口这边。刚刚本来想要空拍一下，那结果这边是禁飞区域。然后 DJI 说可以自行解锁，可是我刚刚提出申请，还是不能解锁。第一次来到这种需要解锁、可以自行解锁的区域。所以就试看看咯，那不能拍也就算了，我们就是依照规定行事。有没有被鱼咬？没有，不会，是因为有点刺刺的感觉。
恒春渔会大楼。现在10点，要去邱家。哦，要喷水。准时10点来邱家，说还没开始卖。降多少？降100。120票啊。猫鼻头进来的门票一个人30，19岁以下不用。猫鼻头在哪里？这个吗？